文相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是不是为了 DI 上市，你真的可以不顾一切，包括我？丁文相，在你的心里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未婚妻？灵山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来帮你解释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 DI 上市，你交给我的设计稿说是你的设计理念，其实都是炎夏的设计理念。新品的样衣制作你也背着我交给了炎夏。您说您把 DI 的新品样衣交给炎夏制作，这万一要是让穆总监知道了，这事可大了。四姐，你要不要先试试样衣啊？不用了，合不合适已经不重要了。怎么了吗？我是来替 DI 收回制作的样衣还有设计稿，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，你要想了解的话打给丁文孝吧。你可以接，但你别怪我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丁文孝不接电话。我想他应该在忙吧，不忙了自然会回给你的。你先把东西收拾一下吧，我要带回 DI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不行，我得去问个明。